苗栗县的通宵海亚伯的河坝面通省的东都从安尼的部队连，可那过去几个河坝都强悠悠的，当地乡亲受骗的水泛金会受到影响，急急通报县政府，想办法来处理。有五百公尺暗法的河坝，差不多都上南的部队连，强存到细细法的水面，含湿的到空气，民众经议论。东小反金会改变，但现在那些鸟只有在那个水池上面有吃东西而已，那布袋鼹的部分已经掩盖在河川那个河川面，所以生态会加减会有影响。苗栗县政府相关单位收到民众反映过后，紧急去飞看，发现布袋鼹上到东角，规个水面强强就会上来咩，有可能会涉及到水稻土的成分无用起来死亡，故所会加派人去清。布袋鼹一定会清掉，那低筋草类我们能保留的保留，那除比较高筋的我们会把它除掉，好啊，那淤土就会把它往两旁的河道的犄角去做回填补墙。县政府水利处讲，条摆河坝笋有人有给压压掉，还做的其实布袋鼹，不过一下无人的肉的布袋鼹要当卫生，除了讲先派人去清，避免影响到排水功能。每位请教生态专家意见，清出看安样来处理。下个新闻用以诺苗栗报道。